欢迎回来，我们的阴思路。这一次呢，我们 Trevor 呢回去到我们的警察局找寻 Michael 协助。那这台警车呢，在我们前几集有出现过。那这台是 LP770 兰博基尼的。那这个警车上方呢，已经有安装了这个火神机枪啊。我们等一下来实测一下它的性能怎么样哦。哦，不错，它可以移动哦。但是我发现它如果用警铃加这个火神机枪的话，它会 KK 的。不过至少可以发射无限颗子弹，真是爽啊！挡路啊！没躺着吧？我们这一次是要去尼根的一个私人基地里面，听说他有三个基地啊，而且人数之多。先把附近的丧尸干掉，哇，直接翻过去！哇，这个机箱太棒了，超神的！哇，这台车好快哦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就到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超级大要塞！等一下，他们有直升机要逃跑，我先把它轰下来。哦，有人跳过去了，哦，这么厉害！哦，碎。别扫射啊！哇，他有那个什么是塔台吗？那是算是哨塔类的。然后有人跑过去了。哇，一门口就有两个人拿火箭筒啊！等下为什么打不到他们？是不是这个门挡住了？我再试一试。对耶，那子弹射不穿啊！这样怎么进去啊？还好丧尸离我很远，难不成要撞的吧？哦，欸，真的耶，门撞了一个大洞啊，冒烟了，有子弹还是射不穿，难道还要再撞一次吗？先把这附近的敌人干掉。哦，哇，这个门是可以撞开的，啊，哦哦，我发现射到我会痛哎，哦，我的护甲已经没了是吧？我旁边还有这种小型碉堡，趁他没有发射火箭筒把他射死。啊，丧尸过来，丧尸过来了。我火力太强了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进来进来！看起来人很多啊！哎，不会吧？是因为底盘太低进不去啊，卡住了，后退也有困难啊。哇塞，这个军事基地看起来不错哎！躲在后面吗？他们好像在上面做运动啊！移动的时候不能用机枪啊！哇塞，这什么车啊？改装的太强了吧！上面还有那个沙包，然后机枪塔在上面，很难过去哦。哦呦，那个人自杀了，拿火箭筒。
哇，我直接开过去了。哎，这里面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有人射我，有人射我。在哪边啊？地图上面都不会显示红点点，不知道在哪边。啊，我先找地方躲一下。哎呦！哈，掉漆了。丧尸过来，哎，你扫射一下。先清掉一些载具。哦，连环爆哦，碎哦。大型的油桶可以爆吗？感觉是无敌的。先出来啊，出来。瞄准头部，一个都不放过。哦，中弹，到底在哪边啊？看他是不是在后面啊？人躲在后面偷射我吗？不行，这边过不去了。我上面还有碉堡在，哇，还有个小天桥吧？哇，真是天气不是很好，看不太到敌人在哪里。哎、欸，就是你！哦，我的血量有剩，我先躲一下。换一把枪啊！就是你，打你脚丫丫！哦。还爬起来！啊，丧尸从我刚才撞进来的洞跑进来了。我的后坐力很大。哦吼吼！这什么？应该可以的吧？出去看看，哎 ，Michael 嘞，躲在后面，你有这么怕吗？不，哎呀，他们绕过来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换把枪。刚才居然卡住。哦，这边有小型停车场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一台装甲车可以开。快 ，Michael 过来。Michael， 快点上车。Michael， 快。还用走的？开炮！哦，哇，仙女散花了！哦，那个是玻璃在，像原像塔台还是小型的中控室啊？直接轰过去了！哦，撞倒了！哇！你居然还可以爬起来，爬在车轮下面。哇塞，这个防御做得很好哎，你看，他墙上还有人在跑。哦，好痛哦！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仓库吗？还是什么？里面有牢房，有人躲在这里。哦，弹药库，还有一些设备啊。OK， 好的，有个人在上面哦，看到了。然后车子出不去，哎呦，中弹哦，哦，马上半血。
哇，撞过去了啊，超难开的。哇，这个是小型停车场，然后旁边是靶场在。哇，那个人烧起来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小型的高塔，把它炸烂了。哎，这个是可以出去的吗？应该是哦。直接弹出去！哇，这上面的那个运动中心啊，用轰炸比较快啊。轰炸！有人躲在这里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厨房吗？等一下再来看。然后怎么一直听到有敌人在叫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。哇，这边东西好多、哦，好多药品。哎，有人躲在这里。哇哦哇哦，我的血已经红了，差一点点就挂了。哇，这装甲车上面可以受伤哎！哇，这边货物超级多的。哦吼，弹开碎。这个红圈圈是代表什么？是可以过去的吗？哎，实际来走访一下。哎呦，船进来了哦，这边。超多武器的啊！你看，满满的一箱一箱的，还有氧气筒，哇，什么枪都有啊！弹药库吧，这里。Michael 进不来啊！哦，飞弹呢？火箭炮，这是托运飞弹的地方啊！僵尸啊，帮你清掉了 ，Michael， 不要担心。哦，这边是炸药，好多炸药。OK，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高塔有什么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作战实验室，有人躲在上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被射了。啊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我等一下送你吃飞弹，这些人不会攻击我就是了。啊，这到底在哪里啊？奇怪，我刚刚没有看到啊。我一直有丧尸过来，哦，碎，啊，对面啊，小心塔台里面好像有人呢、欸，可是这个一楼好像是不太到他们，先跑过去好了。我先看一下前面有什么敌人，丧尸啊！这边有死角、啊，哦，这是个修车厂。哇塞，扣超多血的，超痛的。这个会爆吗？哦，哇塞，一发就爆了。哦，奇怪，有人好像在附近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可恶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有一个人，哦，从那边射过来了、哦，啊，那边该不会是那边有个塔台吧？我先把这边这个塔台干掉。我看一下，他好像有一堆人在这边哦。
这边有不少哎、欸，奇怪，刚才装甲车打都没有对他们造成伤害吗？这里应该没有人了吧？看到了，在这里，在上面。至少安全了。好了，准备要请你吃飞弹了。嘣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看起来是安全。上面呢？不，上面还有机枪塔。这边是什么？有点像指挥中心啊。哎，这里有个人，他要尸变了。好，那去看一下好了，看一下这个围墙是怎么样。哇哦，那个小楼梯耶，然后小楼梯旁边还有沙包，然后这个还可以跑过去，哇，超细心的。旁边这是一个小型的警卫室吗？每个角落都有一个像这样的沙包，呀，这个是可以爬上去的吗？这是方阵快炮嘛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爬过去吧。不行哦，那这个嘞，哇，哦，差一滴血，哦，再打一下就挂了，赶快回血。哦，看到了，当然可以进去的。哎呦，这边有个人。不要动，看一下这边是什么？作战指挥中心。哦，这个地方射下去超明显的。哇塞，这是什么？通缉犯吗？他们应该在计划着什么东西？先出去好了，来看一下他们的厨房。哇塞，什么都有啊！汉堡，这什么？是小热狗吗？还是小鸡块啊？丧尸一直过来，哇！奇怪 ，Michael 真的不能出来吗？看一下这里，他们好像还有囚禁一些犯人，但是还有丧尸啊？为什么这样？哇，他们一直想要出来哦。这两个犯人，你想要趁乱跑出来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核弹吗？
难道他们计划着要把这边毁灭？好，麦克说他留在这边。那我先开这台车出去好了。